工作日被拉来钓鱼。那行。你哪来诺亚干药？我自己买的，79，送了一堆东西，就一直没一笔钱，超划算。是划算啊。哪去了？我扎线了吗？我帮你看。我的鱼饵呢？在对面。咋你扎线了吗？我帮你吧。不需要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好啦，解不开的结就不解了呗。以后再也不买他们家东西了。改天我推荐一个适合你的，你玩我的吧。好吧。谢谢叫我钓鱼。你太客气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荷花吗？因为好抽。怎么？算了，没事，钓鱼吧。能否让我把故事重现？